大家过来看，这个就是月季的枯枝病。很多网友以为剪掉就可以了，其实这些问题不是在枝条，你剪100次也没有用，因为呢它的问题是在一根，所以很多网友剪了又剪，剪了又剪，剪秃了都没有用。其实我们只要多做一步就可以了，那就是给它用这种千百计的小黑颗粒。往年呢我都建议大家用二美林灌根，现在呢有了这个更加简单方便高效的小黑颗粒，更加适合养花小白，因为它使用更加简单，它是这种颗粒型的，不担心把握不好用量，我们只需要2个月用一次，撒在这个花盆的表面就可以了。通过浇水它就会释放，而且呢它是内吸型的，它会吸收到这个枝叶上面，接下来2个月之内你的月季就不会出现这种黑杆、黑斑、黄叶、白粉、灰霉等等各种问题。最关键的是它是通用的，家里面的所有花卉绿植都可以用，比如像夏季最容易烂根的多肉、蟹爪兰、长寿花、兰花等等，我们都可以用它来预防，而且呢非常适合养花小白。点视频下方链接就可以买到，买2瓶给大家发3瓶哦。